主料，西红柿两个，鸡蛋两个，辅料油、盐、猪肉末、葱花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西红柿洗净切成小块，锅中加入油烧热，倒入细西红柿翻炒，加入盐翻炒出汁，加入水，取出已经腌制好的肉馅，用筷子一块一块放入汤中，碗中打两个鸡蛋，撒上小葱，打散，倒入汤中，烧开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：西红柿熬出汁，再加水汤汁更浓郁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